咱这个台湾王爷的宗庙啊，咱这个台南北门南坤清大天母啊，从出师完开始到门到地，一路辛苦啊，非常感谢。
我要来恭迎啊，咱这个台湾王爷宗庙，啊，咱这个大门南昆明大神父，啊，咱这个李先生进驾吼，还是那个本主啊，莲花之前啊，本主啊，有安心，这是和平之神师代表本主，来向咱南昆明大神父李先生进驾之前参香。啊，之前在咱李先生，啊，咱这个新义乡圣旨啊，啊，譬如我讲风光顺，不愁平安，啊，得生幸福时代，啊，大家家和平安哦，啊，都会当哦，圆满。啊，咱这个厦门，啊，咱这个南昆明，啊，大家路吼，今年咱做这寿主教公，啊，咱这个。高桥的高山大桥，哦，这是非常难得啊！而且神奇大桥，老人咱这国历十二月初三，农历十月十二，哦，咱就当来咱这个大平南昆明哦，啊，看老人哦，非常难得哦，啊，这是咱哦，啊，台湾正这里哦，正大这里哦，庙宇哦，啊，盛会哦，在这些高桥的高山大桥。啊，再次啊，大家吼啊，互相啊，咱南昆明大神父吼，啊，这个教我们啊，这个高调的很大气吼，啊，会当圆满吼，啊，成功啊，非常感谢。谢谢。